好，我要说故事喽。从前，从前有两个水滴，然后他们没有朋友，可是后来有一个小天使把他们变成爱心。然后后来他们不小心跌倒碎掉了，可是后来他们就想到一个主意，如果一想到同伴的话，就走到他的家，然后再合起来。因为这一个糖果裂掉了，本来妈妈说这是破碎的爱心，对不对？结果小智说这是两个小水滴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好朋友，变成一个爱心，对不对？妈妈，I want you to have it. Thank you. 然后还有两半碎。爸爸吃一半，你吃一半。这么好啊，一半给妈妈，一半给爸爸，是不对。是？谢谢你。啊，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弄这些东西？因为下次会是 Valentine，然后学校要送 Valentine 的礼物，对不对？妈妈，这个我帮你开。好，谢谢。